还有在亚洲研究、美国历史评论、中国季刊、冷战研究等多份国际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Jim Cox 教授精通汉语，是美国学术界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民国新疆历史研究崛起的新秀，也是一位才俊。以往我们请国外的教授来呢，我们都要配翻译。像上次请的那个法国的，那个叫林科教授，他讲法语，我们就是我们丽娟来做翻译。今天呢，我原本也想准备一个翻译，后来丽娟说不用，嘉欣可以讲汉语，所以我又瞬间就感觉到压力减轻。因为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老师和同学来听，所以如果能够用汉语来交流，那是非常好的。所以下面呢，我想把时间就交给 Justin Jacobs 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已经打出来了啊，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关系应对地方民族主义威胁的战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Justin 教授的演讲。还有一分钟，我想今天呢还要特别的介绍一位来自新疆社科院的托尔文江教授。我们两年前就认识，之前呢是我们这边的新疆平台的这个周伟教授，在我们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举办了应该是三期学术沙龙，每期沙龙呢，我们都从新疆邀请新疆各界的代表到这个地方，我们关起门两天来做这个新疆问题的有关问题的深度的探讨。我记得有一天还是星期天，等了两天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跟托尔文江老师接下来深厚的友谊，也非常欣赏托尔文江老师的才干。他在国内外新疆问题研究上也是一个著名的专家，而且非常有思想，非常有观点。今天呢，我想请我时间没跟你商量哈。我们按照西部边疆论坛呢，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们的主讲讲完以后呢，我们会请一到两位嘉宾来做点评，所以说我就冒昧的请托尔文江老师待会儿为嘉欣教授做点评嘉宾，另外呢也请那个丽轩老师做嘉欣教授的那个点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做互动，所以下面呢就把时间交给嘉欣教授。谢谢啊。各位先生女士们，大家好。我要先感谢我们的主持人王卓还有丽轩，这次都帮我安排我这次到四川大学的安排。我知道我的时间是蛮短的，只有两个礼拜，可是来四川大学发演讲真的是我的荣幸。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5年前，当时我有到四川来，一直到今天，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爬了眉山，爬了眉山之后，我的膝盖一直到今天还是很痛，可是我到中国的回忆中，爬了眉山到成都来，都是我其中一些最美味的一些回忆，我也很希望今天我讲中文，如果我讲得比较慢还是讲得比较粗鲁不准确，希望大家可以见谅。那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就是跟上面一样，就是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官应对地方民族主义威胁的一个战略。然后首先我要从比较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看，我学新疆近代历史的时候，我都比较喜欢从一个世界历史的角度来比较新疆发生的事。所以从比较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现象。20世纪前中国没有这个现象，是西方列国带来的一个政治概念。可是对世界所有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或是说所谓民族自觉毕竟
是代表一个政治的一个威胁，当然也是一种想法，也是一种抽象的一个理论，可是你在地上你要实行这个立场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政治的立场。那民族这个地方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自觉这个立场，他说每一个民族，那是他的道理，就是每一个民族应该得到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最好没有其他的民族在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因为民族自觉的道理说，如果两个民族以上混在一起，冲突是难免的，迟早一定会有的。那支持民族自觉立场的人说，一旦每一个民族拿到能够独占的管道内政的权利，民族冲突就会逐渐消失了。这个理论如果有科学性的证据，或是说如果有历史上的证据，我们历史家还是不太确定，可是我们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民族自觉的概念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可是其实在历史上，大部分的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的，不仅这样子，大部分要治理这些多民族国家的人是跟他们管辖里面主要的民族是不同的民族，这不是很异常的现象，反而是非常普遍了。所以当然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所有的多民族国家算是一种政治的威胁。那么如果你是二十世纪要治理不同民族的人，你怎么对付这个威胁？我觉得有三个可能。第一个是你把促进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物看成是你的敌人，不要跟他们合作。第二个是你可以试着安抚地方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承诺要给他们地方自治，可是不要让他们得到独立到那个程度。第三个是不管你在自己的多民族国家要不要跟他们合作，地方民族主义的立场还是对你的国际关系里面有战略上的潜力。这就是说这个第三个是说，你可以把民族自觉的意识搬到你政治对手的多民族国家里面去。那这种策略算是很有用的一种进攻武器，不过也是很危险，因为你使用这个方法之后，迟早一定会有政治对手一样对付你的国家。毕竟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政治过程的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就会发生所谓各国里面的地方民族主义要求的一种准备竞赛。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个，我要分析新疆民国时期的民族自觉准备竞赛，在民国时期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新疆省长是怎样面对他的，是不是敌对合作，还是采用别的措施。那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个是下一个，怎么弄？好像按下没有用。左边跟右边吗？好，用这个。第一个重要的在新疆的历史人物是民国时期第一任新疆省长的杨增新。杨增新是晚清的社会环境长大的，我们可以说是属于怀抱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最后一代的人。从他的角度来看，做一个治理民族不同的人没有什么不对的，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清末的时候，他自己的上司很多也是跟他民族不同的人，所以呢，他知道他个人是汉族的，可是这个没有关系，他怎么不可以治理一同民族的人呢？
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先例，政治资格不是从天生民族认同来的，仰是跟随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人，儒家教训他说，最重要的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的认同，不是民族的认同。如果你是受到儒家的教育，实现儒家的仪式，你就可以算是有文明的人，是在华夏社会里面的范围的里面的其中一个人。本来华夏的认同不是民族的认同，是文化的认同。唐朝有叫程颜的一个思想家，他的内习写道：“四夷之民，常由穷义而治，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持心于华，勿不畏之夷。中国之民常有绝强文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篡心于夷，勿不畏之华。”他的意思是很简单的，美德道德跟民族认同毫无关系，人人都可以画来画去的，最重要的是你在政治舞台上有什么样的表现，成绩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杨振兴就是这么觉得。所以杨振兴是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个政治立场采用敌对或是完全不理他的态度。他觉得汉人治理多民族的新疆就看我们的表现就好了，别的都不用考虑到。他在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号 写说，最要者有在改良政治，不以回禅为鱼肉，使汉人之代治，元圣回禅之自治。那个禅就是当时中国地方官就把维吾尔族就会叫他们禅。对他来说，汉人的代治没有地方民族等一下。对他来说，如果汉人的代治没有地方民族的自治好，少数民族的人民一定会开始找出路。他在同一个电报说，西藏之自治，当时的情况的政治情况，西藏之自治非独藏人之罪，我汉官之不孝，破西藏以自治而后，因人得而成之，外蒙之自治非独外蒙之罪，我汉官之不孝，破外蒙以自治而后俄人得而成之。对杨振兴来说，地方民族主义的蔓延都是汉官的错，如果汉官表现得好，民族自觉的立场就找不到机会进入中国的门口。不过杨省长也知道，不管他个人的看法和传统政治思想家的看法怎么样，中国所有的边疆已经被地方民族主义的这个政治立场围攻了。是谁围攻中国的呢？一般来说，不是中国自己的少数民族积极推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在西方国家里面一样，大部分近代民族主义的运动是在某一个帝国对另外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对手先发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了解的，因为西方国家不只是把民族自觉的立场用来攻击多民族中国的，他们也有用它来攻击别的多民族西方国家的。这种思想上的战术是在历史上很新鲜的现象，从19世纪中开始的，英国、法国、俄国都把民族自觉的进攻战术用来肢解在中东和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不同的属地。第一个成果是希腊1827年就是得到他的独立，都是由欧洲国家的帮忙，主动的帮忙。然后后来有一个接一个，一直到世界第一次战争。
到这时候，西方人已经都很明白，民族自觉是一种进攻的战术。认识这个之后，每一个国家自然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民族上防御性的战术。比方说，如果我们政治对手发现一个很有效的毒药，那我们最好要找它的解药。这些政治家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也是把这个民族立场就是说是 一种毒药，我们要有自己的解药。那奥斯曼帝国是来不及找到解药，世界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就被获得胜利的欧洲国家肢解了。可是俄国在战争过程中遭到内战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拿到政权，马上开始实行对民族自觉的防御性战术。他们是第一个国家会这样子做，我是20年代开始的。然后杨振兴他在新疆是其中第一个人在中国看到，就是苏联都会把民族立场用来一个进攻的战术，也是有防御性的战术。西方的苏联历史家把这个现象叫做少数民族的肯定性行动，也是后来中国政府决定要学习 的模范。那苏联的这个所谓肯定性的行动表现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你早点给你自己多民族国家里面的少数民族他们自己的自治空间，那这样子呢，他们才不会被你政治对手的民族自觉许诺蒙骗了。那在新疆，杨振兴看得很清楚苏联在干嘛，他完全不喜欢。对，他在民国13年九月的时候写这个电报说，苏联教化将为全球之隐患，何况新疆处处与壁接壤，能保国际主义不渐渐输入。他把苏联的这个新思想叫做一个隐患，可是还能承认它代表一种他说优胜的一种战术。他在同一个电报写说，苏联政府也知此理，故属安吉言塔什干之俄回以自治名曰回回国，属协米宰桑之俄哈以自治名曰哈萨国。苏联政府非不欲以兵力压制俄回俄哈，其事又不能。这些电报都是从他自己整理出版的一个叫做不过斋完读，就是他收集他所有的电报，就他还活着的时候，大部分的都被他自己出版的。他是很了解的，那苏联这样做主要是要把少数民族摆好看的。他所看到的在新疆边疆中亚西亚的这些哈萨国，都是把他们摆好看的。他不相信他们真的有政治的势力，他觉得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地位是一种空洞的。对他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这引用他的电报的一片段是杨最后讲到歧视有不能，这个片段我早就看到了，我开始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他在说什么，我都跟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我都跟他们请教，我要确定他在说什么。这个事歧视的事好像不是势力的事，是你处在的位置的那个事。所以他在讲他的意思是，处在要治理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人有一些手段再也不能采用，因为在现代的时候，在20世纪的时候，
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世界的各国都在观察你的行动，有一个公共舆论，有媒体都会批评你，公开批评你，他们都在看你对你的少数民族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所以采用民族主义的防范手段比采用军队手段好多了。我觉得这是杨振兴写的意思，如果我错了我跟你们请教。杨海说，俄国政策以利用蒙哈回禅为主意，中国政策以防范蒙哈回禅为主意，则俄国政策以占优胜，那是我刚说的优胜，他承认了，他不喜欢，可是他承认了，在如果这是一种进攻的战术，苏联占优胜的地位，我国政策终归失败，不带半而已。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杨振兴绝对不接受苏联式的少数民族肯定性行动的政策。他只有一个反应，苏联民族自治的所谓毒药扩展到新疆之前，他可以试图在毒药的原地放解药，这就是他的策略。对他一个旧思想的政治家来说，最适合的解药不是给自己的一统民族自治的礼物，而是完全不让新疆的人民听到苏联的承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要在苏联中亚西亚各地建立自己的领事馆，这些领事馆可以监视新疆的侨民，保证那些倾向相信苏联民族自治承诺的侨民不能回到新疆来。那他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时候，杨海说，若听新疆禅民自由复苏漫无限制，今日有数万人复苏佣工，即翌日有数万人回国谋乱。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要建立五个领事馆，就是在苏联的中亚西亚的地区，他们回来之前，他就是想要监视他们，不让他们回来。如果他们在很主动的、很积极的进苏联的宣传，杨省长，总共杨建立了五个领事馆，每一个都有他亲自派遣的汉族官员来管的，这也是空前的。以前都是新疆地方的穆斯林的马拉都会去苏联中亚西亚地区，然后跟新疆的省长有联络。这次是第一次，那个新疆省长亲自派他自己的汉官去苏联中亚西亚的地区。那杨省长的这个政策好像稍微达到他希望达到的目的。他任省长任了17年，都没有遭到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可是呢，他民国17年7月7号三七政变，就所谓三七政变，他突然遭到暗杀。他下台之后，新疆很快就变得民族仇恨的战场。经过3年的战争之后，受到日本军事教育的盛世才，盛世才获到督办的头衔。那盛是跟杨很不一样的，他受到不同的教育，他生于不同的时代。盛很快就意识到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对他是很有用的，有的是可以接受的。三年战争的时候，大部分的战斗者，他们说新疆政府一定要有新疆的人来管，汉人跟所有的外地人都不行，他们没有地方或民族自治的资格。可是盛世才两个都是，他不仅是汉人，他也是从外地来的人，他是从东北来的，所以他马上决定
要模仿苏联的少数民族肯定性行动的政策。可是后来，所有的被他提到高职位的人遭到清除，有的甚至遭到执行。这些人包括很多少数民族的领袖，也包含了很多汉人。那我现在要强调的历史主题，不是跟申世才的年代有关系，而是跟40年代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最后可以跟杨振兴的时候，比较起来。40年代的问题是，申世才下台之后，苏联变得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们开始敌对刚来新疆的国民党的官员。苏联是怎么反抗这个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的到新疆来呢？他们开始煽动并策动新疆北部的三族，是伊犁、塔城跟阿勒泰的维吾尔族跟哈萨克族，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当时叫做东突尔其斯坦。虽然这个武装运动是苏联支持的，是苏联提供资源的，这个我们很久都不太明白，可是最近10年有一些苏联的档案馆被开放了，所以我们看到背后莫斯科有承认他们的在这个起义的办的角色其实是蛮大的，我们现在才知道。很多人都一直怀疑他们的角色很大，可是现在可以证明，用莫斯科的档案馆来证明这一点。那可是当时40年代的时候，他们当然没有承认他们办的角色，他们当时只是说这是汉人腐败政府产生出来的正义民族自觉运动，他们是这样子讲的，给世界的媒体听。那杨振兴，他早就意识到苏联以后可能会采用这种进攻的民族政策，可是连他也承认当时薄弱的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反应，毕竟会失败了，这是杨振兴说的。不过国民党政府居然愿意实行新的政策来应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进攻，那我说我现在要讲的要形容的是他们怎么样应对苏联的进来。他们说，那是国民党政府说，那是40年代的时候，我们跟杨振兴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接受所谓进步的民族自觉立场，我们也是跟申世才的不一样，不会清除掉被我们提到高职位的少数民族领袖，反而我们会积极的模仿苏联正在新疆北部实行的政治阴谋。那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呢？国民党政府要把一些维吾尔和哈萨克领袖提到会引人注目的政治地位，他们还有开始谈判所谓他们说的高度自治。他们说我们要给新疆的各民族的人这个高度自治，他们不说地方自治，他们当时说高度自治。那我个人历史家的看法是，40年代在新疆的苏联国民党这个竞争有点像赌博的一个游戏，两边都要采用在民族自觉立场上最进步的措施，世界上最进步的措施，两边都要超过对手的表现，可是他们两边都不要超过到会刺激少数民族要求独立的程度，就是说两边都想要有自己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傀儡领袖，一个傀儡会说中国汉人不好，一个傀儡会说中国汉人好，那世界的观察者都以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纯粹想法，跟中国俄国没有关系，那是他们自己想的。那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可以比较具体的说明这个赌博游戏，两边是这样子做的。
苏联把穆斯林马拉叫做阿里汉图列，提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总统地位。所以呢，蒋介石命令指示新疆省政府主席一个叫吴忠信的人，邀请著名的维吾尔政治家艾沙伊敏和麦斯伍德到新疆来，并给他们很触目的政治地位。那吴忠信主席他不是很赞同这个政策，他在他自己的日记，没有被出版的日记，可是最近十年有被出版，我们都可以看他自己手写的稿子。他在日记里面常常表达他对这三个人的怀疑。他说，现在伊犁的青年只有10%要求自治，但自麦斯伍德等来敌后，敌视之青年90%均要求自治，比伊犁有多，可见麦等在敌影响只一般，盖麦等之言论与苏联及伊犁匪方如出一辙，其后果足以分化中央与新疆，政府与人民，人民与人民间感情。不过当时的吴忠信不了解的是，麦斯伍德等三人的行为不是隐秘的，也不是蒋介石和张之中不知道的。张之中那时候在新疆帮蛮大的政治角色，这都是故意的。张之中后来跟吴忠信讲得很清楚，那是吴忠信在他的日记自己写的，他跟张之中讲的。他说，关于回心人士麦斯伍德等与主张需谨慎应付，不可过度放任，以免滋事。张部长答曰：“吴先生，我两人至心意见80%相同，唯对与麦斯伍德等观点则有益处。我乃欲利用麦等以反苏。”他写得很清楚。那1947年，张治中任西北行辕的时候，他还鼓励艾莎和伊明出版一些用维吾尔文的期刊，其中一篇文章把中国官员叫做残暴的屠夫。在同一个时间，张治中推荐麦斯伍德为新疆省府的主席。苏联的东土耳其斯坦有新的维吾尔族总统，叫做阿赫麦提蒋，所以国民党管辖的新疆也要有一个。做主席的时候，麦先生还是一样谴责中国政府的。他写说，今天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我们是实行民主主义的国家，可是不管帝国主义是白色或是蓝色，总是都会压迫少数民族，甚至试图消灭他们。那这些言论，张治中和蒋介石都有听到的，可是没有惩戒他们，没有说什么，因为是故意的。他们要超过苏联傀儡政府的言论，比赛看看谁在治理多民族国家方面是比较开明的人。连一些武装都给哈萨克的将军。苏联把人叫达里列汉的俄国哈萨克人提到将军的地位，让他统领军队到新疆去跟国民党的军队打战。当然国民党政府也要模仿这个有挑衅的行动，同样招募自己的哈萨克族将军，名叫乌斯曼。乌斯曼巴图鲁。这些事情都是到1978年 发生的，然后第二年当然都有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逃到了。下个礼拜好像第三场我要讲到一些新疆人士，他们逃到台湾之后，就是他们还是有对新疆的一些宣传的活动，可是那是下一次。这次我刚形容的40年代
的新疆政治细节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民族自觉思想的准备竞赛。到这个时候，如果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是只有在中国，到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治理多民族国家的人，你会感觉到国际上的压力来证明你的政府都不会压迫自己的少数民族，也有给他们一种自治，每一个国家都有感觉到这个政治的压迫。在40年代的新疆，国民政府为了跟苏联比赛，实行的政策就像一种政治赌博，要一直提高赌注，把民族自治的承诺弄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高。可是毕竟他们还是不要接近独立的程度，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竞赛。因为听到这些自治许诺的少数民族，他们自然会越来越珍惜高度自治的期望。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期望，问题就很多了。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考虑到民国时期的新疆地方官的采用的措施，就看出来从20年代的杨振兴到40年代的国民政府有蛮大的变化。可是这个变化不是只有在中国边疆出现的，是跟当时世界的政治趋势一样的，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都需要应对地方民族主义的现象，都意识到民族自觉当然首先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可是毕竟也可以很快就变成一种很具体的一个政治武器，进攻和防范都有。所以中国地方官在新疆他们遇到地方民族主义的现象，要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并不简单。他们今天采用的方法，明天世界的政治环境就变了，找到适合的政策真不容易。谢谢大家。